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近视眼手术成为一种解放视力的新选择。它通过手术的方式改善近视眼，帮助人们摆脱依赖眼镜或隐形眼镜的困扰。然而，近视眼手术也有其优缺点，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并权衡利弊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近视眼手术的优点。首先，手术后可以明显改善视力，让人们不再依赖眼镜或隐形眼镜。这对于爱好户外活动、运动或从事需要良好视力的职业的人来说尤为重要。其次，手术过程通常简单快捷，恢复期较短，大多数人可以在手术后很快恢复正常生活。此外，手术的效果通常是长期稳定的，可以帮助人们长期享受清晰的视觉。然而，近视眼手术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风险，我们需要认真考虑。首先，手术可能会引起一些并发症，如干眼症、感染或角膜炎等。尽管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对较低，但我们仍然需要在手术前咨询专业医生并了解个人风险。其次，手术的效果可能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，有些人可能无法完全摆脱眼镜或隐形眼镜的使用。此外，手术费用较高，需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。除了这些优缺点外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因素。首先，手术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近视度数，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限制。因此，在决定手术前，我们需要进行详细的眼科检查和评估。其次，手术并不能改变眼球的生长趋势，所以在青少年和儿童中进行手术需要慎重考虑，并获得专业医生的建议。总的来说，近视眼手术是一种解放视力的新选择，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眼镜或隐形眼镜的束缚。然而，我们需要全面了解手术的优缺点，并在咨询专业医生后进行权衡。手术可能带来明显的视力改善，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和限制。在决定手术前，我们需要进行适当的检查和评估，以确保自己的适宜性。